激励，生条大激励。有收吗？好像还好。谢谢大家。游刃有余。水，然后往下蹲，往后坐，往后坐。对，然后跟裁判。教练要在我们中间呢。对，对不起，教练。而且，对啊，教练姿势要特别标准。搭着教练。一起合照。很痛吗？双睡梦罗汉。很重哎，两块半。当睡梦，来这边，因为我平常都在跑步，所以就是差不多还是固定维持。最近你都没在跑步是吧？我只是没PO而已啊。是吗？啊，对呀，对呀，因为你有厂商都会赞助你鞋子，不跑都不行。某部分其实是被人家送鞋子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送鞋子这样逼着你跑，其实也是我很开心，对对对对。还是说拍完照就停下来？没有没有，不会，还会跑，我认真会换穿着这样跑来跑去。我其实还蛮羡慕的，一直有鞋子可以跑。那是还好啦，就是演唱会，就是你的其实作息不能改变太多啦，就也不用为演唱会刻意去运动啊。比如说像我酒还是要喝啊，然后就还是要维持正常的状态，才会比较好。对，是你饮食上有特别控制吗？因为我最近在生酮。哦。对，最近有变比较瘦，在生酮，所以怕。演唱会体力不佳，会贫血，跟那个 Yoshiki 一样，有没有？那打一打晕倒这样。你就演一段这个。可是生酮可以喝酒。不要喝啤酒就好。哦。不喝什么？红酒过。喝红酒、白酒。哦。白酒。哦。像这种。对。高粱。不行。那其他人有在饮食控制吗？还是还好？有忌口吗？像三哥是主唱嘛，有在忌口之类的吗？忌口，三哥哪有忌口？什么都吃，什么都吃啊！没有，乐团摇滚街摇滚圈饿死鬼。麻婆吃比较少，不太能吃太多，口味重的好像比较少。是，对对对。所以是减少吃辣的，比较刺激的，是为了喉咙吗？不是不是，会怕拉肚子。哦，怕到时候表演的时候一直去跑厕所。嗯，对对对对。